这边报氏族。法国踢进冠军战，姆巴佩拥抱第一任进线好大一包。上届世足赛冠军对法国，这次对上黑马摩洛哥，虽然传出两名主力队员冰岛，但仍以2-0踢走摩洛哥，成功晋级冠军战。18号将对上梅西率领的阿根廷，而法国队姆巴佩在赛后和摩洛哥好友哈基米交换球衣，化干戈，展现运动家精神。是说两人拥抱时，这是什么什么什么？这是包，这是包，这是包包包。今年23岁的姆巴佩第二度出战世足，在上届就踢进5球佳绩，替法国拿下冠军。PS 那年他才19岁呀、啊，他因长相酷似忍者龟，队友还开玩笑送他忍者龟面具。我也是忍者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别看他笑得憨厚，他在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年薪加奖金、赞助收入等，就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运动员。但他对跑车、精品名牌都没兴趣，反而热衷于慈善事业。更在22岁的那年，创立自己的基金会，看着大暖男，谁能不爱？这是姆巴佩情有所属的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命运，让我。